Studio Fact 近年大行其道，在西九龙一带，大角咀的澳柏御风主打一房和开放式单位，加上位置邻近港铁奥运站以及旺角购物区，适合追求便捷生活的年轻上车客。澳柏御风属于双座式物业，在2013年入伙，项目主打迷你单位，近八成是开放式同一房单位，而且项目自设停车场，提供大约37个住客车位。至于会所设于七楼，包括按摩池、户外泳池、健身室、休闲雅座及宴会厅，较规模而言，设施比例尚算充裕。讲到西九龙民生配套，可以说是相当成熟。澳柏御风住客一般会到新九龙广场、大角咀道行街揾食，有酒楼、街坊食肆同超市等等。如果想再多啲选择，住客可以步行五至八分钟去到澳海城一至三期商场以及海涛湾商场，入面有美食广场、大型超市、戏院，消费类型更加丰富。交通方面，澳柏御风附近有专线小巴去到旺角，亦都有巴士路线俾住客代步，又或者去到奥运站搭港铁过海返工自然更加方便。澳柏御风位处于32小学校网，包括宝良谷陈守仁小学、拔萃女小学、中华基督教会协和小学、大角咀天主教小学。至于中学油尖区，著名学校包括华仁书院、拔萃女书院、加洛萨圣玛丽书院、真光女书院等等。想知道更加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啦。